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注定的，在劫难逃的一场别过。蜡烛渐渐熄灭了，窗外夜色变沉默，孤独在此刻停止了诉说。难过是我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。谢谢你，石楠。谢我干嘛？是节吗？我干嘛？让我遇到你。雪花珠，我都离开好几天了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怎么没人接了？应该睡着了吧？叔，老头子给我安排了什么职务啊？研发部总监。看来我在美国的五年留学还是没有白学啊。您上过课吗？你也不要太开心了，董事长要求你要在一个月之内交出一份颠覆性的新品设计方案。什么？一个月？还有，能不能一次性说完？如果您完不成这个任务的话，将会被收回所有的信用卡。马上给方总打电话，说前方告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就回去。
回哪儿啊？深圳。哦。回多久啊？一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舍不得我。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我听小韩说你很会做饭。怎么可能？不会呢。来给我做顿饭吧。我。晚上8点，转角咖啡厅，不见不散。做饭晚上我。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味道。真的？那我也想尝一口。不。我尝一口。No。那我先尝一口吧。不。我也想尝一口。不要。那我也想吃。我给你做。相亲相爱，亲如一家，时时合成一碗饭，一口一口谢爹娘。开动吗？开动。嗯，好吃。嗯，你别这么一直看着我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你别看了，你再看我会哭的。我知道，你只是同情我。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，没什么的。我承认我喜欢你，特别喜欢。但是你喜不喜欢我真的没有关系。海风吹在我脸庞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旁。亲爱的，3年又过去了，
你真的只去一个月吗？我们相遇是最美的旋律。嗯，答应我件事。什么？不要再轻易的做饭。有那么难吃吗？好吃。那我尝尝。哦，这么多吃的，你还要吃这个？这是我的。我要尝。这是我的。我要吃。这么难吃。好吃。倒掉吧，这是你给我做的，现在是我的。不要把它倒了，倒了，走开，倒掉。那我再也不做饭给你吃。坐在我身旁，摇曳着昨夜的光，这一切都不再是幻想。窗外阳光灿烂，海风吹在我脸庞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旁。允许你23个小时想我，可以比我少一个小时。我们相遇是最美的旋律，我多想就这样一直没有伤，静静的遥望远方的光。怎么是书在这儿？他走了。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他让你千万别做饭。只辛苦一会儿。还记得那句话吗？吾往草，勿忘我，我一定会再次归来，给你幸福。这是他说的吗？我说的。讨厌。哎，对了，小林，听说你爱人也在异地啊？对呀。那你教教我怎么异地恋吧。这异地恋呢，一定要克制，千万别一分钟一条短信的。还不算异地恋吧？好像就我一个人表白了。那也给我记住了。这闹钟晚了，就一定要嘘寒问暖了。不能像某些小公主一走啊就了无音讯。叔，你说我怎么才能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？让他吃醋。吃醋？哎姐，我来配合你。你这情商真的是欠费。你在情商欠费。来来来，我告诉你。你干嘛啊？快点儿。哎，发给他。他能吃你的醋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这男人一旦陷入爱河，这智商啊就是负分儿。除非他不喜欢你，不然什么人的醋他都会吃，更何况是我的。你说谁负分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？哎，这发出去了，这个。这，你赶紧给我撤回呀！叔，这怎么？他说什么意思？就说我跟你表白了，
啊？嗯。哎呀，可完了，我给你发。哎，你给我，你有病吧你？哎，发完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， 完美。小李，怎么了，方总？他说他被人表白了，我该怎么回？表白？方总，您就回他，恭喜他。说。你瞎发什么？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我给你出个绝招。什么绝招？你谈过恋爱吗？你就出绝招？你拿了吧。干嘛？别动！别动！叔，到。姐，你好。快点，叔。别！哎呀，打死！再快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快点！看电影，你跟我看过电影？小李，我该怎么回？方总，要不咱们掉头吧？好主意。别动！我发完了。给我！哎！别！给我！给我！我来给你发。你别发！我发完。你们聊得很开心啊，送我一个吧。没有，一点都不开心。去帮我冲一杯椰儿咖啡。那。啥东西？椰儿咖啡。去哪儿买？埃塞俄比亚。我送你手机，不是让你给我发这个的。这个手机有很多功能的，这个手机的功能我都说不清楚，太多了。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究这个，花了多少人力物力？你这是在侮辱我们，所以，我收回。然后，我走了。看电影。我鞋。方总，您这要去哪？你在这吃点东西。哦。我吃过了。不是说去看电影吗？我又想看书。你这本书不是说看过了吗？我还想再看一遍。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真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难道叔要出轨？防狼喷雾，爸，谁敢质问你女儿？孩子们都能做到的，我当然能做到。十三。
我曾经救过一个男孩，总感觉以后还会遇到他。如果那天你救的那个小孩他很喜欢你，会拒绝他吗？会。我真的没在你的名单里。或许有吧。我叫方总，今年29岁，曾经是一名老师，现在也是一名老师。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，最喜欢的地方是这个。我叫石楠，比你大一岁，我最喜欢的颜色居然也是蓝色。我承认我喜欢你，但是你喜不喜欢我真的没有关系。允许你23个小时想我，可以比我少一个小时。他走了。嗯。给我。你们聊得很开心啊，送我一个吧。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方总，让我看看你。哎呦，你怎么瘦那么多呀？以后方总的内衣内裤我来洗。年纪轻轻的你害不害臊？请以后不要再碰我的东西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建议重组。重组？那我们不如就赌一把，如果您能在一个月内把我们金立手机最经典款的 M 系列销售额提高10%，那我答应你。我想离婚了。就是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到离，情正苦。梧桐。